今天带你们来逛高利西斜街。在海珠广场下车，从 B3 出口出来，走几分钟就到了，很近。主要是以 PU 为主，性价比是很高的，有些鞋子几十块钱就可以拿到货了。真皮在这边数量是比较少的，要找真皮的话，不建议来这边，因为这边就没有几个档口是做真皮的。当季的爆款、热卖款在这边都是可以找得到，不过这边有些档口报价是有水分的。找到一个很有特点的档口，这边的春季款主要是以这种布的复古风为主。夏天的鞋子，亮面的这一系列比较多。